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？都住满了，大不了在车里凑合一晚上。这儿就是故事里的地方吗？For the thousandth time, you are perfect now just as you are. At the end of the day, I will come for you, run to you anyway. 你知道吗？在五感里面，离我们记忆最近的就是嗅觉，所以有些时候，只要有相同的气味，那些封存的记忆也会变得鲜活起来，香吗？都想起来了，所以那位月下姑娘是我。